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。 洪瑞珍首间香港分店终于开幕了，而且不够半日所有三文治都卖清光，如果不想大排长龙的话，不如试下自己整啦。即刻试下味道先。这个自家制的洪瑞珍三文治味道有七八成相似，而且洪瑞珍的秘制美奶滋即是沙律酱相对偏甜，如果自己整的话就可以按个人喜好调校甜度，大家都快点试下啦。Yoohoo！